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和 Jennie 日前现身巴黎出席时装周，两个人都悉心打扮亮相。不过 Lisa 亮相绯闻男友 Frederic Arnold 的家族集团 LVMH 旗下品牌的时装 show 的时候，就获得尊贵的款待。在开 show 前30分钟才以压轴嘉宾登场，排场十足啊，抢尽了队友 Jennie 的风头。